因为有正气就有邪气，以正压邪嘛，除邪的过程，就是一年结个灰尘啊，结个啥么子啊，那么通过这个过年洗头，哎，带尘嘛，把有种其他去除，就是推陈出新啊，万象更新的事。住的是老的石库门房子了，天花板挺高的，然后那一天我母亲呢，就把头包起来，那个长的竹竿，把那个鸡毛掸子绑在那里，好，你们都走到后面去。把东西搬到那个灶皮间，然后盖上那个报纸，哗哗哗，把那个天花板上的灰尘弄掉。卡窗门、卡门、门高头、门框高头个灰，对吧？咁么屋里向个个玻璃高头啊，各种灰啊，啥么就拿只鸡毛掸子呢，掸掸伊。有的辰光呢，还会得拿屋里向个家具啦，俾伊翻翻身。因为地方老夹个，咁么侪要搬脱眼物事，再好做清洁工作。那么有种地方呢，就是讲平常不大去卡的，比方讲床底下，侪塞满个物事，纸箱子啊、木盒子啊、木箱子啊，侪搬出来。人家一定鸡毛子、生报纸做的，家具侪摆辣盖当中，这个鸡毛掸子当啊，人家等下等，等好弄好呢，阿拉三爷家回转来，弄拎个搿个石灰，一块块石灰嘛，拎回来，阿拉就摆辣搿个开洞里向，吊好弄好，所以阿拉开始塞羊头了。一杯一杯，快点烧，快点烧！等下阿拉爸爸妈妈要回来了，阿拉快点烧！我去捞了捞，还没啥老干咯。然后个家具呢，才一点点家烤进去。阿拉爷娘回来了，一看啊，眼脱了，屋里向一记头变脱了。随着人们开始掸尘、洗衣服，家里热水的用量就增多了，附近老虎灶的生意也随之好了起来。这个用水量是不是侬一般的增加，甚至于五六倍以上的增加？那么侬就要有五六万个超前准备工作要为伊做好。反正衣裳老多，反正大大一桌还是大好为止。没洗衣机嘛，侪收大搞搞嘛。蜡烛嘛，那点煤壁炉子热水倒开的，顶多不得再泡三斤水跟水的。因为用水量大，侬这个火要烧了老旺老旺，这个水才能够热起来啊。那么侬你要有相应的好的水来配上去。我小辰光才去。拿了只吊子，妈妈要关照了，当心哦，不要烫痛哦，不要碰着人家哟。这个平时辰光是呢，最好每天接来下来摆嘞，那么到辰光就怕用不起，甚至于来不及辰光就是用烧油毛砖啊。平常泡水不大排队，搿个大年夜老虎灶，伊拉门口头侪是人。老虎灶呢，基本上是夜里向侪不大休息。在忙碌的过节氛围中，转眼就到小年夜了。这一天大部分时间是在为年夜饭做准备。到了大年夜吃年夜饭的时候呢，最醒目的一个东西就是紫铜火锅，平时不用的，放在阁楼上面，然后拿下来把它弄干净，像牙膏一样，有一种叫去污粉拿来吃啊，又出来老凉的。还叫我的对面的煤球店去买那个钢炭。小年夜嘛，阿拉会得做蛋饺，哎，会得做肉圆，对吧？基本上像老早在自家屋里做的。肉圆呢，还稍微简单点，反正我母亲弄好以后的话呢，就放在油里面腾一腾就肉圆了。这个蛋饺呢，是个技术，把那个蛋弄荡哦，我就荡，荡荡荡荡荡荡，不停的荡，要荡就过来，荡，一个放下啊，一个放下。那个小鸡，卡一卡油，那么好。那个蛋呢，要炒蛋摆下去，煮以后呢，再摆块肉，再拿蛋就翻过来。有时候碎掉了，那小人吃脱伊伐？啊，我们就吃掉。有辰光好的蛋饺也吃脱了，我讲这蛋饺做了不是老好，看上去不是卖相不大好，就自家吃脱了。炒香果子，炒长生果，有辰光还拿个黄酥一道炒，搿能炒出来嘛，勿会焦脱。买搿个春卷皮子。大概小年夜或者大年夜，母亲就讲：“侬去买春卷哦，当时也要排队。”就看着那个老师傅哦，像变魔术一样的，这个很黏很黏的那个面粉啊，拿在手里面。这一个是平的锅，上面一转，一张东西好了，哎呦，很神奇。平常才是接了海个油呢，到过年辰光开油锅了，开油锅嘛，就是所有的物事侪想好，再一道摆在里头煮，有什么猪肉皮啊。猪油肉，那么再做搿个鱼，最后嘛煎鱼，脱龙虾皮了。脱个辰光，龙虾皮个特点啊，晓得，一放下去，很快就嘛抖起来了，对吧？接了碗里向，
当时小奶辣旁边东口一起，哦，等老虎片了都跑过来，侬还没烫好了，已经把伊吃得好几片了。烧好这个油呢，再被倒了搿个搪瓷杯里向，还好继续吃个哦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整整有十年，至少整整有十年，我讲叫大步游水的十年啊！大家都喜欢吃那个油炸的东西。老早就磨好的水磨粉，终于要摆上台面了。小年夜，全家人聚在一起煲汤团，在期待美味的同时，也洋溢着过年的欢乐。各家各户的汤团还带着自己家乡的特色。阿拉宁波人了，这个汤头小，像小辰光打个玻璃袋子一样的，但是里向包装是比较精细，有猪油、黑洋酥、米白糖，猪油要买的，白油要拿斤斤。伊要上搞气味做出来辣汤，牛肉一小块一小块，再拿米白糖混好。能买到店里面黑洋酥，比如说南京的山羊，我去排队买到那最好。啊，买不到就把家里面有的那个石球，一年不用了洗干净，然后把芝麻炒熟了以后松，松了以后的话，和汤在一起就是黑洋酥，满屋子都是那个芝麻的清香。阿拉是宁波人。就是讲，侬这个头，这个汤头过得越小，说明侬水平越高。阿拉隔壁头正好是本地人，本地人的这个院子做了介大，像乒乓球个能个大。这个一碗这个叫啥个豆子，大概十只。而且伊呢，不一定就是讲是甜的，伊呢汤头是咸的，你像菜的肉。当年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以后，就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——祭祖。由于各地风俗不同，有的人家在中午祭祖，有的人家在晚上祭祖。一只方台子上向，我母亲呢煮几道菜，那么筷子嘛放好嘛，大家烧纸。当时嘛，我小辰光嘛是爷带头磕头，磕好头嘛阿拉一道。烧纸的辰光呢，实际上是一个很肃穆的，一个哦，侬嬉皮笑脸的侬来祭祖嘛，对这个祖先不恭了，那不敬重了，侬要敬重祖先，那么就要吉祥请伊拉回来了，请伊拉回来坐了台子浪向吃饭。屋里向嘛已经老早打扫好了，对吧？像你屋里向呢，专门一个客厅，大的客厅呢，拿两个大的八仙桌摆起来。放香的地方就不放酒盅。其他三条边上呢，都要放酒盅、筷子，板凳嘛都放好，点个香，菜呢往上放。一只只小的酒盅摆好，那个一把摆十五只，还有一把摆十六只，要单数。筷子呢一定要香台放，拿糖的开始呢当作酒。然后就和小孩讲了，你们必须乱走，乱走了哦，要敬祖宗了。这个特别是这些椅子都不能碰。当时光我记得要买一个大的猪头，还有老大的鱼，最要讲究一点呢，就是买只酱鱼，烧烧伊，跟他记住。一般情况下头，侪要最少八只菜，八个菜，最少了，一般侪要十二只菜。平时呢，石库门有个特点，总是开后门不开前门的。哎，那一天一定要把前门开开来，让他们进来。好，然后开始大家。都在阁笼里向站好，由长辈先去点香烛，然后很虔诚地开始按照辈分的大小一个轮流去磕，走过来走过去都很小心谨慎的，不敢碰那个桌子椅子的。好，等到完毕以后，哦，结束了，长辈宣布结束了，哦，大家再松一口气，然后收拾，也没有人随便说话，都是屏着气啊，说话嘛轻轻的，甚至做个手势。啊，这个来的都是老祖宗了，好像真有那么回事，好像从外头门里进来一样，哎呀，那么严肃，那么尊敬啊，大概要三炷香的时候嘛，差不多结束了。两个钟头基本上那些结束，十二点钟左右结束，怎么农村嘛或者女包啊？结束以前还要磕头，地上放个那个垫子，啊，从大人开始到最小的排了队磕头。还要朝着门口作业，就好像欢送来的亲朋好友一样。那个酒
就是当时就那就是泼了地上向就是送走。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，年夜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。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，因此菜式非常丰富。屋里向有得云南面，对吧？云南面出起来翻开来，最主要里向有只南瓜，那么太阳了呢，那只酒杯啊，加点水去，那咔咔硬，不要变烧了，老痒。里向呢再把西粉、黄芽菜、菠菜、蛋饺、鱿鱼在，吃吃看看。我父亲的话呢，平时从来不喝酒，滴酒不沾，只有到了大年初的晚上吃那个年夜饭的时候，他会到对面，我们有一个叫同宝和酒店，叫我们去靠一点黄酒，名字叫香榭，我到现在还记得了。那么温了一下，当时蛮考究的，我家里有那西湖了，温酒的，倒一点吃吃。我去靠酒的时候呢，这弄堂里有每一个厨房间后面只听到切哗切哗在烧菜，挑着马弄堂的菜香，还有那个酒香，哎呀，就这个味道的话，就使人醉啊。平常不喝酒的呢，搿辰光必定要喝点酒。葛末小朋友小辰光，或者讲好奇心哦，或者讲嘴巴馋，哎，我也想吃口。平常是不允许侬的，小人勿吃酒啊。搿辰光大人呢，叫放盘或者讲开价了，哎，高兴个筷子倒倒让侬。尝尝味道。随着年龄的增大了以后，呢，觉得哎呦，自家屋里向烧吃力嘞，咁么哪能办呢？咁阿拉就也到外头去吃了。咁么，反正儿子啊、囡恩啊，包括亲家啦，大家聚了一道。从1995年大概开始吧，哇，一年比一年，上海人个闹忙，好早好早大家都订好了，甚至要翻盘，你这一批吃好了，另外一批再来吃年夜饭。我记得当时新世界楼上嘛，哇，上百桌的那个年夜饭，蔚为壮观。然后第二天新闻就报道啊，今年年夜饭大家在饭店里吃，又怎么热闹怎么热闹。正是人们吃年夜饭的时候，随着市民过年习惯的改变，把年夜饭摆进饭店的家庭越来越多。十个冷菜，然后再是十只热炒，对吧？这就叫十全十美，讨个口彩了。来年，交关事体呢，侪是很美好的，是吧？侪是称心如意的。到了新世纪的话呢，大家也不看重吃年夜饭，因为天天吃的这么好，所以年夜饭多淡。